你嗰日你了解河山噶？我其实依个好想好将嘅河山旅来噶，会以河山嘅了解，其实可以话只不过系日常生活中接触欧嘅河山系几好。我嘅了解其实就系几好。虽然我唔可以好笃定讲我读几系好了解河山，了解嘅嘢可能亦系好少。不过我想练好我嘅叫良桥红会都系差唔多噶。如果俾你一轮机会。 你会唔愿意去了解河山呢？我系非常愿意去了解河山噶，因为我自己讲无论你系喺河山出世，然后或者系话你系喺河山更多嘅先河山人都好咯，我觉得可以喺度嘅呢个机会去涉猎求了解廿个多城市。听有了解河山，下一站可以要葵开车，河山话剧文化博物馆，佢企嘅阿勤倾偈呢，我哋一睇下艾教嚟嗨一嗨。 所在嘅地方咧，就系话博君对响佢嘅位置啦。其实都响100几年前咧，我哋山人已经漂洋过海，出外阿贡噶啦。咁我觉得好好奇啦，佢当时出洋阿贡叫惊，几何会学英会讲英会呢？佢使我哋叶佩嗨一嗨，嗨可唔可以搬到我家本？ 咦，真要话你咩意思喎？呢个咪张廖丽媛嘅意思啦。我哋系英国款学院咯。嗯，系啊。跟住点错嘅？嗯，因为我系台山市博物馆嘅工作人员咯。哦。你可以叫我浩然。哦，浩然你好。你好。咁啱啦，我正想了解下呢一本书。其实咧，我哋现在睇到嘅呢一批字典咧，佢都系我哋台山华侨喺海外学习英语所使用嘅一个工具书。 咁所以头先我读嗰个用台山话读就啱啦。系。但系我觉得有啲词咧，因为我系四九人啊嘛，咁讲啲话咧，台山话好似同譬如海燕啊、上下村嗰啲又唔都一样嘅，佢哋会唔会存在一个口音喺入边嘅咧？譬如我读嘅时候，应该用四九话定系应该用边度嘅话读比较准确咁样咧？嗯，其实你呢个应该系要用。 白沙话读就啱，白沙话读咁点解要用白沙话去读呢一本书当中嘅单词嘅？因为咧，方琦照系我哋白沙亚嘅聪明虚嘅人，嗯，佢咧就系用白沙话，即系用三白话写咗呢本字典。咁其实方琦照佢系从事咩职业噶？点解佢会有一个能力可以去整成一本字典咁犀利嘅咧？嗯，方琦照咧，其实佢出世就喺广州出世嘅。 佢出世喺广州一条著名嘅华侨村落入边，即系我哋就芳村一带嗰度嘅。跟住咧，佢就后来就去咗上海经商，跟住仲喺清政府度任过职，做咗新加坡嘅一个领事。所以佢即系接触咗好多外国嘅思想，或者同好多外国人有个沟通，所以佢就有一个契机就写咗呢本字典。 咁當時其實佢想去寫呢本字典嘅動機係乜嘢咧？因為佢喺新加坡係做一個商務理事，喺上海嗰度都係做一啲從事商務嘅嘢。佢就想本地人可以更好咁同外國人進行一個溝通，更好咁樣喺海外生活落去，所以佢就寫咗一個方便我哋本地人學習嘅字典。 我哈哈你，你爱听星期一，你唔好惊后宫嘛？我唔识英语啊，你教行我嘢。星期一系Monday。星期二系Tuesday。星期三四五呢？温时地、花时地、富二地。干脆你教埋我星期六几落？佛塔地、神地。 好嘢呀！我哪学噶？我华人都爱学噶，你阿霞也学嘅过呀？
咁呢一本華文字典啦，我就想問一問喺當時嘅華人圈入邊有點樣嘅影響力呢？其實我哋睇到我哋華博館現在展示咗有三種字典，呢三種字典都係我哋嘅一個華文字典。但係咧，要數我哋呢本華英字典集成嘅，佢係我哋中國編寫最早嘅字典，佢最早出版年份係1868年。好久之前喎，其實我哋叫佢係華英字典集成，其實佢入邊係集成咗多本字典嘅，包括係有英語嘅成語，還有一啲日常嘅對話都會集喺入邊，即係例如你見工需要咩用語，跟住食飯俾錢要啲咩用語，佢入邊都會有寫到。睇嚟呢一本字典咧喺當事人嘅心目中咧都係非常之有地位咧，亦都幫助咗好多嘅人啦。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起以前嘅人啦，就真係迫於無奈先至漂洋過海或出外揾食嘅。但係我相信咧，當佢哋學咗一啲知識啊，積累咗財富之後咧，佢哋其實心入邊諗嘅可能都係家鄉嘅一個發展同埋國家嘅一個發展。而當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翻嚟幫助我哋嘅。咁下一個故事同大家分享嘅話，好像是關於一隻碟的喎。係，我哋嚟我哋三樓嘅展廳看一下。嗯，好。誒，你頭先同我講嗰個碟係咪就係呢個啊？係啦，佢就係呢一隻碟。佢咧係我哋中國空軍飛行員啊王朝威送俾佢兄弟王朝偉嘅一隻磁碟。咁呢只碟咧就係王朝威佢喺江西定制俾佢嘅兄弟王朝偉嘅。咁呢只瓷器咧，佢又比較有特色，佢係上面有住一圈嘅飛機紋，跟住上面還有一個飛噴氣式飛機嘅圖案。其實呢只飛機就係我哋啊當時抗戰期間中國空軍常用嘅霍克式嘅飛機。咁佢點解要訂製呢個碟送俾佢大佬嘅？研究推測就係可能係。佢大佬生日嘅時候，阿王朝威就贈送俾佢嘅，或者有個原因係一係佢大佬間屋就入火，朝威就訂做呢只碟送俾佢。王朝威當時係點樣做到空軍嘅？當時咧，其實係興起咗一個航空救國嘅熱潮。孫中山佢提出過航空救國嘅思想，咁好多華僑就秉承住呢種。航空救國的思想就是在外國開設飛行學校或者等自己的子弟加入即是投身到外國的飛行學校那裡學習航空技術希望可以將航空技術帶回來國內支持國內的一個空軍建設或者支持國內的革命其實他們都是帶著一個抱負回來希望可以回報祖國的那這個碟呢其實不單止我覺得是送給他哥哥的更加係體驗咗佢呢一種對於飛行救國嘅呢一種決心，同埋呢種愛國嘅情懷喺度。更加體驗到佢對一種飛行嘅熱愛。嗯，你咁樣一講咧，我就覺得佢唔係一個簡單嘅碟啦。咁其實即係除咗呢一啲飛行救國嘅故仔之外咧，我知道好多人講起台山咧，第一個反應諗到嘅都係新寧鐵路。咁我。知道啦，今日喺我哋華博館呢度啦，都可以略略地咁嚟感受一下當年寧城車站嘅一個風采嘅喎。係，我哋寧城車站嘅場景喺呢邊，我帶你過去。瑞英，你覺唔覺得呢幅壁畫似曾相識嘅感覺啊？嚇？咪就係一條鐵軌咯。其實它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步行街台西路的背面這條路就是我們的環北大道、啊、你不說我真的看不出、啊嗯啊、除了這裡之外我現在看到我腳下全部都已經是鐵軌了莫非這一條就是當年的新寧鐵路是啊 這裡的鐵軌就是用當年新寧鐵路的鐵軌文物來鋪設的場景我們整個場景都是還原當年寧城車站的一個場景、哦、即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兩條鐵軌是真跡來的是這兩條是文物來的、哦、有多少年的歷史、啊我們可以在它鐵軌上看到有個編號、哦、我看到那邊好像看到有個編號即是它出世紙的意思是嗎是啊、哦、上面什麼意思、啊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首先有個年份是1906這樣就證明它鐵軌的生產年份就是1906年
哇，年紀真的太大，這個真的文物太珍貴了，至今已經110多年了。咁我想問一問呢一條鐵軌，你哋當初係點樣知道佢嘅下落嘅咧？呢幾條鐵軌其實佢嘅發現係好偶然，佢總共係有4條嘅，係當時我哋台城街道嘅河北村委會佢一間祠堂重建嘅時候拆咗落嚟嘅。咁後來有村民反映俾我哋，我哋就去現場睇，跟住就同佢哋村民。即係進行咗一個溝通，咁樣佢哋村就決定將呢條鐵軌，即係呢4條鐵軌就捐贈咗俾我哋。咁我哋睇到嘅，即係呢4條鐵軌，佢最有價值嘅地方咧，係因為佢現在係我哋發現最長嘅鐵軌，保存最為完好嘅鐵軌。咁隨住即係越嚟越多嘅華僑關注呢件事啦，咁有冇其他嘅人都有同你哋透露過其他嘅新寧鐵路嘅鐵軌喺邊度咧？有噶，即係就係按新年前嚟講，就喺沖撈就發現咗一條鐵軌，跟住咧那個發現人就發動鄉親，即係就有一位華僑，佢叫做蔣鳳清，佢就自己出錢買咗呢條鐵軌落嚟，跟住捐贈俾我哋台山市博物館。咁我知道你自己其實對於新寧鐵路啊，都係有好多嘅感情投入喺入邊嘅啦。咁即係以你自身嘅感受嚟講啦，你覺得每一次揾到鐵軌之後，你嗰種心情係點樣噶？冇話鐵軌，係每一次揾到一啲比較有價值嘅文物，其實都會自己比較激動嘅。因為一個就是可以填補一個歷史的空白，第二個咧就是你望住呢條鐵軌，其實可以回想到100年前我哋台山的仙橋係幾咁艱辛創業，即係為咗家鄉嘅建設付出咗幾大嘅努力。其實從事咗華僑研究咁多年，一直最令我感動嘅就係華僑嘅呢種愛國愛鄉嘅精神。除此之外，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在我們現場都有很多的壁畫，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講那一邊的壁畫其實是描述了哪裡的情景呢？其實我們這裡整一個場景都是還原了20世紀30年代新寧鐵路寧城車站周邊一個 場景來的。我們現在看到這幅大的壁畫呢，你都會覺得它很熟悉，就是，這裡我可以說得出，莫非這一條就是通濟河？其實這一條是通濟河的支流，我們看到這一排騎樓，你可能都會覺得很熟悉，應該就是我們的歷史文化街區了。是的，這裡就是我們歷史文化街區之一的新河路來的這一排騎樓。現在我們去那裡其實都可以很完好地看到他們的建築的，是的，就是他們在100年前就已經是這樣的樣子，是嗎？是，包括現在瑞昌銀號、瑞昌金鋪，我們現在都還可以看到他們的痕跡。就是在我們歷史文化街區，即都可以見那幾隻字都還在那裡的，是，所以其實所有的文物這些歷史的故事其實都是在我們的身邊的，是。我知道其實去到20世紀的30年代，我們台山已經到達一個頂峰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除了交通發展很發達之外，好像銀號都比較發達過，是不是？是啊，因為華僑的匯款大量的湧入，這樣才促進了我們台山的發展。那我們去看看 下一件文物，就是一套銀號的印章。你跟我說的下一個故事莫非就是這一套印章？就是這一套印章。有什麼特別呢？這一套印章是我們台城西寧市建豐銀號的一個印章。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你先，我們由地王廣場那邊過通濟橋回來台城歷史文化街區，我們等紅綠燈的時候，在左手邊第二棟騎樓，你有沒有注意到它騎樓的山花上面寫著什麼字呢？哇，你這個真的考到我喎，寫著什麼字啊？其實呢，它就寫著一個譚開輝堂。我們呢，譚開輝堂就是這一個印章了。我們這套印章呢，它是建豐銀號的印章，但是呢，為什麼建豐銀號的印章會有這個譚開輝堂的呢？我們就初步推斷它，即是建豐銀號的主人就是譚開輝。
我哋現在去西寧市南昌街有一檔賣海味嘅，我哋可以睇到佢嘅地板非常之精美，佢上面就寫住建豐銀號。呢個是我哋台城唯一保存落嚟嘅一個洗石米嘅地板，而且又寫住銀號嘅名嘅。哦，咁即係而家去到嗰度，我哋都仲係可以見到當時遺留落嚟嘅呢個地板。係。哦，咁除咗呢個之外，我見到咧喺呢個箱入邊仲有啲鎖匙嘅喎，係咩作用咧？呢啲鎖匙咧，我哋推斷佢就可能係當年佢銀號係攞嚟保存一啲銀信或者保存一啲票據嘅箱嘅鎖匙嚟嘅，佢有幾多年嘅歷史啊？根據推斷，可能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之間嘅。聽你提到啦，當中嘅鎖匙有啲係存放銀信嘅，咁銀信同銀號有啲咩關係咧？銀號咧，佢係一個銀信嘅中轉機構，因為我哋華僑喺海外將信寄翻嚟咧，佢哋有好多種形式，最多嘅形式咧就係委託商業機構嚟將銀信帶翻嚟，咁我哋本地嘅一啲銀號就承擔咗呢種功能。海外華僑將銀信寄到翻嚟，就寄存喺銀信度，跟住可能會有人通知去攞，或者有巡城馬幫手，就將呢啲銀信送上門俾收件嘅人。原來是這樣。我知道其實華博館除了這裡之外，在剛才的展廳那裡也有銀信的一個展示的區域。當然想更加去仔細去了解銀信文化，其實都是要去到我們端芬鎮的這個銀信博物館的，是吧？沒錯。現在看著這一套印象，好像都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的氣息。回去家看看看呢，等我爱家讲了也会散过去的孤堆。我在华博馆呢，其实用了一些创新的消法来呈现会散的现代和未来。我下期呢，我介绍爱家一台来嗨一嗨。看看看，我下期再见。